本地首个种子库正式成立，这也是国家公园局为应对气候变化，加强保护本地和区域植物多样性所做出的努力。这个种子库可保存多达25000种植物的种子，大约等于东南亚地区半数的植物品种。设在植物园内一栋殖民地时期旧建筑的种子库今天开幕。国家公园局成立种子库是希望加强对濒危或受威胁植物品种的保护。With increasing threats from disease, natural disaster, and importantly, climate change, the natural dispersal mechanisms of seeds may not be enough. 这种子可以储存在这种子库。过后我们再可以把这些种子拿出来培育成新的植物再把它们种出去来保育。研究员将在本地和东南亚地区收集不同植物的种子，存放在种子库里，用作保育和研究用途。种子库设有种子处理室、干燥室、冷冻储存室等。研究员将对如何长时间保存热带植物的种子展开研究。种子库还设有展区，开放让公众参观，加深人们对植物保育工作的了解。